三比零啊。120第92，多萨迪28。No. 刚刚跳进去关了一个东西啊。Yes. 一二三，是不是六个人才的一狗啊？这一个。刚开始第一断了一下能源啊，他这，Yes。12个人民出马的时候应该是3分钟�啊，3分26秒出来了，等于说慢了。慢了23秒啊，算了23秒的农民也还是正常的啊，2.0的时候你要知道啊，2.0是断这种，我们前面三局大家都看到了啊，我们武力政府每次都断了农民，都看那个人口曲线都看得出来啊，一开始的时候它咚咚那个波浪啊，那个波浪都有的，都看到了，我也跟大家一起看了那个。这一局希望他搞一局回来，三局都是那一种情况，三局升局的话，只有第三局的时候稍稍好一点，也还是不快一点点，搞了几下啊，就这个兵前面几个兵跑到在下面这个角落里来吃了一点亏，后面慢慢的走下坡路了啊。前面三局我们的这个越南的麻雀第一超高，他家的防守比较好防啊，不是很差的地形。我们的武力政府第三局的地形还可以，前面两局是不怎么好。这一局的话，我们所观看的这一家地形
不是感觉到不是很好啊，但是等一下看看局势的发展会是有什么一个情况。他偷了两个大象回家，这里还有一个大象又在偷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大象，等于三个四个大象啊。艾迪明是偷大象啊，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啊，看一下我那里有多少人观看，我刚刚打开好像一个人都没有看的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您帮我看一看，如果有知道的你刷新一下截个屏发到我 QQ 里啊，刷新一下啊，就这样。我自己感觉到好像没一个人都没有看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个新浪啊有点问题。也不知道还是没有做广告，人家不知道啊，还是确实是没有人看。其实这个局我感觉到很超很厉害的啊，就相当于我们的他的越南的麻雀区段，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神龙区段一样啊，相当于中国的神龙区段，有这个水平的。他明确的说的是第一嘛，也相当于以前的神龙，相当于现在的小水鱼区段啊。现在的这个人相当于我们的现在的小水现役的小水鱼，和已经过去了的已经过去了的神龙啊，百分之马上就已经都26个人民币的啊，我们马上就升到了工具，我看看相关的情况。那这个啊，这个武力征服这一局这一局就到颠倒过来了，只有这一局才颠倒过来了，我们武力征服25个人民升的啊，只有这一局颠倒过来了。好，这一局因为开局我们这一家大家都看到啊，这个果房果子搞得这么远，一平的距离啊，一平啊，完全是一平的。在这里这么远的话，找到了我们，好像感觉在转了一圈，还没看到武力征服啊。我看看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？科技啊，这个先不看，经济上面。哦，我们武力征服才不敢。开头12%，而且没有加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希望这一局这是第四局，希望我们的武力征服81局回来啊，已经前面三局都输了3-0啊，这是第四局。如果有在每个群里有人在比如说青王狂龙啊，你那个那么超高的选手啊，也希望你也发一发信息啊，就是让人家来观看，是越南的第一名与中国的武力征服交手，差距还是有的啊，我们武力征服现在打的是第四局，前面三局以3-0啊败下阵来，这是第四局。第四局的情况稍稍有利于我们的武力征服，我们武力因为他这个一果啊，开始的这个一果就战龙少了23秒才出来了龙啊，这个一果好软啊，这里啊水滴滴在这里一平的啊，那就是斜一平啊，斜一平才找到，所以说这局而且前面几局防守都还是那防守起来都是越南的好房子，我们这位武力征服比较是地形比较空旷，这一局的话我们的这个越南的选手他的防守是难防，但是他现在的防守已经成型了，虽然难防，你看啊，他做了 BB， 这里又做了第一啊，又成一级防守，二级防守啊，是吧，像我们的大姐他这里留着他的马兵进坐在高坡，他的你看这里地方又做起来了啊，你这个防守的意思，这里有两个小房子把这里前面上坡又围起来了啊，这里不让你这里进兵，你看这只有自己一个口子，其他的地方这里说一二级防御，这里是一级防御，这是二级防御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里三层外三层防守啊，打的是这样。
好了，烧到金兰面啊，金兰面也是我们的武力政府写的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们这个这一次这个越南的行走，他是不进攻了啊，他现在是这样，他的是五个马房啊，他选择的是五马房，五马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感觉到我们武力政府是四马房，他这只有八个兵啊，我们这边是十个兵，刚刚死了一个，一二三四啊，看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啊，十个兵啊，我们这个越南的行者是十个兵，是五马房去劫了，死了一个九个，我们的武力真婆是八马房，是四马房，刚刚死了一个啊，这个地方你看是吧，一层防御二层防御啊，这个都刚好，自己这个兵这地方留一条活口，这个地方完全锁了啊，这个是吧，这个哎呦来了啊，你看四个马房跟五个马房吃的兵就是不一样啊，四个马房吃兵你看来到他的主场，我们的武力征服都兵都少一些啊，虽然是主场我们的兵都少一些，你看啊，虽然是主场没办法都被人家追着打哦，这死的死伤一片的啊，死伤一地。今天晚上我们武力征服聚定的要吃饭，希望我们的小雪鱼什么时候来给他搞一下啊，小雪鱼如果再不搞了，中国那就完了，因为神龙已经退掉了嘛，是吧，那个这个罗马教育现在以后就不要说你是天下第一了啊，好了，这一局就这样的，一罚已经顶了，二好罚还没有点，对的，这个防御又来了啊，完全做得好好的，这里是一层，这里是一层，你要到他这样来，一定要经过他的 BA， 经过这几个回合，你看啊，这一局发展，经过这几个回合的较量，啊，你看又把他家里又看个通能量啊，这个越南的选手又发一个兵来看开头，把他家围起来。啊，把我们的武力征服围起来啊！冒到头，看到兵，一点血都没少啊，一点血都没少，70还是70，一点血都没少。你看这个控兵能力啊，一点血都没少。刚刚看到了有十几个兵在这里射他，都还没有射到他啊，一点血都没少。好，现在来了，强攻了啊，感觉是要强攻。啊，你看来到了武力征服的局场，你武力征服都要退，你看这个越南的这个马克今天晚上巨金无敌，这个网速是真的好啊，是外国的网速啊，是越南的一个网啊，是外国网速，这个网速大家看到啊，我们的以前在自己那个看到是还有点卡了，这个是这里从来没有那一种情况，没有听说过啊，我7+2的马啊，双方都是7+2的马，你看这个人多强了啊，小麻雀他显得对对，小房子搞起来，站在坡上啊，武力啊，哎呀，这样人家这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六个兵就挺杀你12个啊，兄弟姐妹啊，这六个兵杀你12个，你也有的打啊，上来快上来，对自己家的主场他都兵都不跑到上面了，还去下面去，这个高坡这是3级高坡啊，一个兵当你2个，6个杀你12个，你这么吃得消啊，你马房才4个，人家马房哦，还是现在马房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马房加了一个6个了啊，游戏时间24分50秒啊，73个人口了，我们武力征服要输了啊，来到强攻了，就应该他的主场，这里人民房子就把他全部锁在这个6点钟的这个位置，这个角落里啊，武力征服完全锁在这个角落里，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，我们的随机的超高会飞的菜鸟蔡总一队战群鱼化，华少，你这些超高啊，还有名字我知道的啊，这些超高你可以把亚旭进下来，还有我们天王的判官
四个抬杆牵完了自家，还有牵完了牵老，尽量来啊，来我们的麻将来打一打，打下去。武力争博已经今天晚上决定吃蛋。再看哪个，再出一局我就不播了，管他怎样啊。这样播了没看头，是吧？一局都赢不了。我们的那个随机群里，我在那个随机群里的啊，我们的会飞的菜鸟、战旗、鱼化、华少，还有那一个我认得的几个啊，我都解了，我不认得，我不认得的我不解啊，这是第四局啊。经济54-49，杀敌啊85-56，多杀29个人民。Yes. Hey, I'm yes. in your town. Hey, I'm in your town. Oh, yeah.Yes. Yes. Yes. Get